兰泽几款最好玩的飞机。首先，第一款是世界上飞得最远的苏三飞机。这款飞机的飞行记录是69.14米。是的，我们每人折一个，看谁更接近他的尼尼斯记录。他们两个现在的话，就看着这个教程来折了。对不起，这里，这里都没有对到的，不够严谨呀，要非常的严谨。你知道飞的是69米，你不要搞到6米都飞不到。6米什么鬼啊！我去，我这都折歪了。折好了，我们去公园看一下谁飞得更远。开始，星星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开始你的表演。6米的不到，69.14米。6米的不到，69.14米。6米的不到，哎。太失败了。还有第二款。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首先需要一个正方形。现在开始拆。Beautiful。你太难了 ，Go。滴哩哩哩哩哩哩哩的娃娃到嘞，开始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今天我来造房子。这个呢是我的主题，这个是我的房型。这是我发明的厕所。里面还有个厕所。这个就是屁股坐的地方。门这么小的吗？我天啊，你在钻狗洞吗？我试一下。太小了吧？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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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个小小窗啊。对啊。直接画一个大窗不行吗？你太猛了吧，乐乐。这个咋的？
现在要进去做窗户。好，现在西西开始做门把啦。现在来看一下好不好看。你好，开始。哎，你是不是要搭一个架子才能做那个屋顶啊？那个梁吧，要有一个梁，要有一个梁，你才能把它撑上去啊。我们现在拿我们这个三角形来支撑我们的屋顶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脸好丑啊，西西。现在开始粘屋顶了。来，我看一下，西西做的房子，西门窗嘞？啊，已经好了。我要装饰下我们屋子的外观。来，我感觉里面好闷热，是有点哇，太闷了。是啊，我们广东这里还很热，所以在屋子里面我感觉好热啊。好了，洗完了，现在我们下去冲凉，冲完凉我们再来这睡觉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冲完凉了，我带着我的枕头、被子、内裤还有金条啊，睡觉了。我要去。这个是西西睡觉的地方，那乐乐你睡觉的地方在哪里？好小啊！乐乐，这个是你的小屋子吗？明明就是一个纸箱。侧过来，侧过来。好脏啊！啊啊！笑死了。不是，我这边有地，这移过来。乐乐，你那个是狗洞，我感觉。哇，好恐怖！给你关上，关上。那你敢？那你坐进去啊，你坐进去看这样。好恐怖！啊，我的被子，我真的是。他的地方就只有这么小。这是谁睡觉的地方？哇塞！只要不关灯，我肯定能在这里睡一晚。是你个鬼！只要不关灯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关灯了吗？啊，你们小弟可以关起来了，赶紧睡觉了。对对对，睡觉睡觉睡觉。我就默默的在这里看戏啊。啊！他放了个屁，差点把我憋死了。什么？你放了个屁？差点把我憋死了。你自己。那西西，你呢？你怎么样？好，我把这边的门给关了。你就闻不到臭味了是吧？好了，我们走了，乐乐，走了，啊，走了，下去房间睡觉了。果果要在这里睡，让他在这里睡。走，我跟乐乐，我们两个人走。啊！我操，还有那股屁味。玩够了啊，玩够了，我们走了。果果也走了。那走，快点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觉吧。关灯。